丝微光渗进了窗，唤醒了太多心事，都好想对你说。收音机在播着我们的歌，遇上那一个人能够说出 I love you， 你微笑的眼眸是我不可及的梦，现实越来越重，重得无法承受。 You're the first thing when I close my eyes， 午后每个心疼 Every night of sunrise， You're the one thing taken out my life， 你是我的言不由衷，原来也有种。这个时间谁会来我们家？大大姨妈，高嘉悦，舅舅你，舅舅你，舅舅你，哎呦，哇，你不干呢的？妈，今晚是不要弄了。不是啊，你过来干嘛啦？买菜多少钱啊？高嘉悦，来帮忙啊！哎，不好意思，新手上路，新手上路。如果赶时间，改天再来；如果不赶时间，排成一整队好不好？排成一整台，谢谢谢谢。我朋友上礼拜去你餐厅，就说都倒了。真的倒了？哎呀，我那一百万呢？你怎么有一百万？想好好吃顿饭那么难的？啊！哇！身为一个大海的男人，死在海里还算？靠！他挖进装备，漂在水上，要是被海龟吃掉怎么办？出事了，想家了，什么时候回来看看你？不会。是因为他们你才回来的吗？哎呦，我腰闪到了，我要去做复健。怎么跟他吹气没有说痛啊你？爸妈年纪都大了，你没有尽到照顾他们责任就算了，你还想留在家里啃老？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很失败吗？没啦。全世界都需要你啊，整个家都需要你啊，这样好不好？谁知道一回来才发现他们的生活过得乱七八糟。我要去新国民啦，已经搭了巨人河了。去新国民，人河比较近啊。开门，我下车。不要闹了啦，我爸，不要，他的腰不要碰我。好了。所以你有看到那个女人？还拿他的手去碰你的腰？我只要想到你们两个搂在一起，我就头晕、恶心、想吐，我便秘。你妈疯了，我懒得理她，你们自己吃啦。王东，你神经病啊？你才有病呢！啊，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再躲一下哦，很好哦。恋爱的感觉，近旧朋友，老同学了，老同学了。对，小孩生出来怎么办？这我连他这个女生是谁都不知道哎！刚才你什么时候跟那女生见面啦？啊，不要烦我啊！那你带妈妈一起去好不好？妈妈想要看。不是，老婆你冷静，约会没有再带妈妈的啦。这样你也知道她漂亮哦。阿北，拜托啦！你是怎么找？悠悠，哇，初次见面真的好开心哦！我觉得那个女的今天第一眼看到我，啊，拍谁啦？这个算我失误。她没看过我，你怎么知道她不会喜欢我？你看看我，你要不要干脆跟妈离婚算了，跟那女的去过。喜欢的东西，并不一定握在手里啊。远远看也是很美啊。要好的，我会。你也要。好好长大，不要学我。爸妈对我那么好，我能说不管就不管吗？那个依林那个女孩有什么不好啊？然后跟一个结过婚离婚的在一起，你们在乎我想要什么吗？淘宝这件事情，我做适合吗？不适合你。至少
在我下次离开的时候，心不会留在这里。啊，你刚刚说还要叫什么什么培根什么，我忘了。培根火腿啦。培根火腿肉片，葱油饼。你是鸟的记忆哟、哦。鱼的、啊。我记得是鸟。一首歌，换你的笑，换个拥抱，换回记忆中曾经的美好。幸福的泪为你擦掉，活出我的方式喝不掉。It won't come easy， 只要你相信。Sing from the top of your lungs。Hey life 有点难，我们都有点孤单，但有点爱。So come on and grab someone。Hey life 有点难，谁都有相聚离散的捧着爱。So come on and grab someone， come and grab someone to love。九月二十三日起，每周六晚间10点 ，TVBS 42台《有生之年》不见不散。